大家好，欢迎观看该视频。我们将为您介绍 ST 小型高精度静音控制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ST-SPAN 820。逆法半导体作为电机控制领域的先驱者之一，现推出了 ST-SPAN 系列电机驱动新产品。ST-SPAN 820单芯片步进电机驱动，小型 QFN 4x4 封装，高精度细分算法，引领新一代运动控制。7伏到45伏的宽输入电压，最大1.5安培的连续电流驱动能力，使其适合多种应用。该芯片的低功耗模式使设备功耗最小化，可以满足在手持设备和对能源有要求的设备中的要求。ST-SPAN 820可以使用高速的步进时钟和方向输入引脚，得益于 ST 先进的功率工艺。该芯片的性价比很高，具有完善的保护，极低 RDS Ohm 集成了高精度的细分算法。得益于电机驱动的细分模式，可以设置为高达256细分微步，并且电机有高性能的 PWM 电流控制。ST-SPAN 820带来了步进电机史无前例的平滑运动和静音控制，具有完善的保护保证的可靠性，如过流保护、短路保护、欠压保护、温度保护。ST-SPAN 820具有高精度、小体积、低功耗的特点，能提升很多应用的性能，比如医疗设备、纺织机、缝纫机、安防、POS 机、机器人、办公设备、3D 打印机等。如需了解更多信息，请访问 ST 的网站。